会没有保护好之前以前的自己。对不起。本来是想变好看的，后面变成了一个丑八怪。2019年，我被朋友介绍去工作室填充脂肪，这是填充之后的照片。当时医生跟我说像打针一样，其实脂肪填充是一项大手术，弄不好会死人的。这是恢复后的照片，泪沟、印第安纹、法令纹都有问题。我填完之后真的老了不只有20岁。本来是想变好看的，后面变成了一个丑八怪。我那段时间睡也睡不着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我这个帽子我从来不敢摘下来过，因为一摘下来就特别明显。我过年回家，我爸妈一直在说我怎么变丑了，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亲戚都说，哎，你怎么变丑了，哎，你怎么变丑了。我从来我就躲着他们，他们背地里就说我没有亲情味啊什么的。我是不敢让你们看到现在的我，我不敢看别人的眼睛，我也不敢和别人社交。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啊，我后悔没有保护好之前以前的自己。对不起。我奉劝大家真的不要乱整，你能别整就别整了。还有那些无良医生，你们赚这些钱你心不会痛吗？晚上你睡得着吗？一个人的后半生毁在你手上，你负担得起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我丑吗？我作吗？宝宝这么好看，我算是丑吗？Said I need you now cause I'm losing patience. By four you were knocking on my door. I said love is a two-way road. He don't care no more, am I going crazy? Needed you just to help forget it all. And it was easy, you put the records on to me. Hi, 大家好，我是刘子晨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我新冠痊愈后首次更新吧，算是消失了半年这么久，因为感染新冠的不适，所以一直没有更新，没有出现。加入这个视频的很大一个原因呢，其实是想感谢一位善良的网友。这位女生呢，从1月份在我感染新冠以后，每天坚持给我发私信鼓励我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表达，就是对她的感谢。这几个月每天每时每刻的温暖，谢谢。要相信我是同一个人哈、我就是火遍全网那个大妈，开特效开火的。来，你们现在认真看一下，你们看这个特效，眉毛也有了，睫毛跟眼睛都有了，连口红都有了，
不会化妆的姐妹这个特效一定要用啊，真的是太丧心病狂了。我给你们关一下这个特效，让你们看一下真的是差别有多大，来看效果。瞬间打回原形啊，我要不说话真的，对吧？一定要相信我是同一个人啊，一定要相信我是同一个人啊。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，到今天才看见。你们听声音好好听，还要看我的指甲是吧？不要再随便相信抖音里面的美女了，开了特效谁都是美女。我没有说，是吧？整个抖音全是美女哈，拜拜。别人不说暗话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我不能露脸，我要过十万订阅才能露。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，完了呀，要输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是。你看你们要看我抖胸是不是？太过分了，色情。喜欢一姐，哎，我这么好看又这么可爱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嗯，是的。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呀？我也想做一个，我想做个男的。这个就你贴个 GIF 就好了，放到你的界面上，然后就出来就是这样的画面吧。对。这样的，你试一试，贴一个 GIF 在你的画面上。头像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？因为我放了一个上去，我不能露脸，我要过十万订阅才能露。然后我到时候，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，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，颜值主播，颜值主播，颜值主播。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嘴型怎么了？也可以嘛，有一种软件是那样的。是啊，嗯，有个软件 F 开头的 ，Steam 上有一个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个，对，也可以上面有一些模型那种。完了呀，要输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是。你看你们要看我抖胸是不是？太过分了，色情。嗯。是的，这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软件可以把脸拉变形的，就是那种。这真的58岁，你不信吗？我这个脸真的费了好半天的功夫，你看不出来我今年，你看不出来我今年58岁吗？真的，你不信吗？刘奶奶大拉皮了吧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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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我好吧，真的是。我58岁是个阿姨，那你这声音保养的还可以啊，这么甜。嗯，还行吧。我16岁，我的声音像个男的，像个45岁的男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卑了。